兵部主事，从六品，国丧期间出入青楼。多少钱？10两银子。听者有份儿。飞鱼悬浮素几音，绣春雪下皆亡魂。洪武年间，这样一只张荣华服的朝廷鹰犬，搅得世间纷纷扰扰，人人自危。是钝器，一锤击毙，脑浆流出。慢，城中城池军如此多，人民如海，你当如何去查？拓跋峰，洪武建朝25年，近500万个名字，你要老子呕血而亡吗？凶杀！你，好大的胆子！怎么？此刀刻过传国玉玺，血拿来杀几只狗又怎样？锦衣卫奉旨公干，无关人等一应退避。荣庆，替我狠狠修理他。云特，待我来日当了皇帝，定不会亏待于你。王孙决定不杀你，也不能放你，等你出殡后再将你送到杭州。谁？云奇，师哥在北平等你。你别走了。哼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咱都是有主子的人，锦衣卫一向待在南京护着皇上，倒是不怕两军打起来伤了你。但万一王爷真的打起来，你不能拼命。嗯，我也不拼命。你主子若败了，便在御花园里的假山后头等师哥。哼，尽人事。听天命。一约成事，暗许眼中带笑人，一心成念，怎堪南北作离别。欲将功名抛尽，却奈何朝廷庙堂多有哀愁声。可知你妻为何而死？燕王，便是你亲手杀了他。放肆！云奇，云奇，云奇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你看，都是命中注定的。姐夫，你杀方小如吧，想杀谁就杀谁，我再也不敢说了。你别动我师哥。你要去哪儿？云奇，师哥，带我走。云奇，师哥，我不得与非，是我沦亡。是从此云泥相隔，亦或亡命于天涯，有情人终能厮守长相聚。晋江文学城携手飞天夜翔，为您再现这段硝烟乱世、动荡江山中的一往情深。云奇，嗯，云奇，跟着师哥吧。哼，一直不就跟着你吗？说什么傻话？云奇，师哥疼你。锦衣卫邀您共